我要告诉所有的男生，我们当面临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的时候，你追是可以的，谁没有追过自己心仪的女孩呢？但是当你发现这个女孩的确向你释发了不可能的信号的时候，该收手，该识趣的就应该走，否则再往下走就变味儿了。问你几点吧。第一，她从来没有沾过你的钱，对吧？没有。算的，这叫一个清清楚楚，你不要我也得扔给你，反正我给你了，这叫划清界限，绝对不会跟你单独的相处，喝酒也要云喝酒，对吧？这种距离感都是有的吧。另外，没事儿绝对不会联系，这三点只要他重复的去做，你经过了再大的努力他还是丝毫不动，那就应该退。你做了几件非常狠的事儿，要切他的后路，套路他，跟我父亲来一起吃饭，因为你抓住了他有一个弱点，爱占小便宜。他留在这个房间里是因为想占他男朋友的便宜，找都不愿意去找，他怎么能想不到找房东去找他男朋友呢？如果真的能找的话，对吧？他出事了找你去帮忙，他知道你对他是怎么样，但他坚守自己底线，但是还是要利用你，我们可以是好朋友嘛，所以你就抓住这一点，而且他知你下跪那一套，你就抓住他这一点，然后你就断了他几条路。第一，你给推到了你的父亲面前，这是长辈，这是我的父亲，而且我甚至认为你在他面前演了一场戏，而作为牺牲品是你的父亲。第二，断他跟前男友复合那条路。所以女生啊，你要想清楚这几点，不要被他的外在所蒙蔽。你是想占点小便宜，可人想占你的大便宜啊。你住在那个屋子里，谁是猪谁是兔啊，明白吗？赶紧搬走吧。女生尤其是有一点姿色的女生啊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姿色有人追就沾沾自喜，就能利用这点姿色去占便宜，旁边窥伺你的人那心怀叵测呀，不要因为眼前这点小便宜吃了大亏，赶紧搬走吧，好吗？就这样。陆琪老师啊，整个下来我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太多拒绝的动作，除了口头上的。你看你前男友拒绝你怎么拒绝的？一句我不爱你了，走了，消失，你再找不着他了，这是拒绝吗？你是经历过拒绝的，你很清楚一个人应该怎么拒绝另一个人，但是你可能会说，哎，我做不到。你没有真正的拒绝，但是呢又不想让他得逞啊，可能在这个较劲的过程当中，你明明是有足够多的拒绝手段的，你没有去做，但你也不接受他，其实你们这段关系说不清楚。你有新男朋友的话一点都说不清楚，你说他说你是我女朋友，我们住一块，我还帮他洗衣服呢，你看我还做饭给他吃呢，你怎么说清楚这个事？对啊，来我们这个节目就说清楚了。哦，背书啊。所以究竟是太不会还是太会？他对你有恩，他是我吗？对，不是做饭，不是其他的，他帮你从上一段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了。你自己想想，琢磨一下，他对你是有恩的。我知道你不爱他，他是真不爱你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让我更烦了。姑娘，你说这话就没道理了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第一次搬进你前男友那个人去楼空的房子里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？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？我不需要知道你那时候样子，你自己想一想，回想一下。但你今天站在舞台上，对着他颐指气使的样子，这个心态又是什么样子？做人啊，要讲道理，姑娘。嗯，他对你是有恩的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。而且你有足够多的拒绝他的手段和方式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就比如对他来说，拒绝是爱情的开始，是吧？对于你来说，拒绝是爱情的底线，就是我跟你之间是不可能有爱情的，所以是底线，对吧？但是，当你不想开始的话，你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啊！你守了吗？你没有守，你一边拒绝他，一边又奖赏他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？你把自己的底线全部都打乱了。你打乱了自己的底线的时候，究竟是有意图的还是没有意图的？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最终我还是要说一件事，姑娘，我不管你是会还是不会，人生里面有一件事情叫黑天鹅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就当你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，一切都是可控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失控出现，
这个失控叫人生里的黑天鹅，万一这个失控的东西在你人生里面出现，你会悔之晚矣。就这样，听懂了吗？何必他会，就他这么一套复杂的逻辑你都能听明白，我都没听懂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那点倒真是有启发了。等于他的，他和他的这段关系说不清楚，对，他是用他的方式把他从一个弃妇心理变成了一个女神心理。 对， 对，他的心态完全转变了嘛。对对对对对，不想在一起，干脆的告诉别人，用行动永远比语言来得好得多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改可以吗？我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，我不想离开你啊。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对我说实话挺照顾的，然后我觉得你也挺好的，只不过可能有时候做事太极端了吧。但是我做事方式是不对，可是我可以去改啊，我可以往好的方向去努力啊。但是我心里还有我前男友，我不想就是对你不负责也对我不负责。你可以忘掉他了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好好在一起的。也不愿只同米饭的倔强，老师也脱口而出的鸡汤，感叹时光太过厉害，厉害，这每一句都是钩子呀。我还忘不掉我的前男友，潜台词就是等我忘掉他的时候我们还有可能性啊。姑娘你这可不对呀。谢谢两位请回吧。啊，请开门。哎，我咋说你好呢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离了他你还不活了？还要活。还要活？就全世界就他一个女人吗？我这么多年以来就谈过两个，就喜欢过两个女孩子，一个是我初恋，一个是她。啊，哪怕她搬走了我还是要想要追求她。这就是刚才陆琪老师说的，女孩认为一切尽在掌握，实际可能局面早已经失去了控制。谢谢你，请回吧。